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，对吧？你，你有我这么悲惨的人生，一个对不起就想要转多少？我本来在那夹家自由自在呢，是你将我天顶丢落地角，我即马唔敢面对我家己，我嘛无想要相信我的妈妈。 甚至原本想我也唔惊，我即马逐工拢要烦恼，讲我是不是会用枪走？迄是因为我的心上老厉害。甲你回信你也好不够，你想要骂我，甚至你想要拍我，我唔要紧。妈你怕你，只是减轻你的亏欠，让阮妈替你讲话，让我感觉到我只是一个精神。你希望我安怎？ 你甲我走，纯粹将我的心事做伙带走，到阿路唔如何，将这个秘密，让爹你的堂阿弟，安尼我才安心。张家你知影这个秘密啦，即摆连你阿妈嘛知影这个秘密啦，你哪有可能会当安心嘛？知就知啊，你敢不知影？即摆我足希望有人将这个秘密讲出来，破我死刑。那是安尼。 我的人生我就无需要搁再去互这秘密绑掉的，你嘛免搁再用这借口接近我，我嘛无需要搁再面对你，甚至我嘛免搁再阿妈面头前演戏啊！所以拍什么时机子？我唔知影，我真正唔知影。 我若实在，我就无需要趁无人的时阵，才能来这个教堂讲这话。你敢不知影是安怎我要来教堂？因为阮家无任何人会来遮，我就连参会我都要黄叶叶秘密，阮家所有的人，你敢不知影我心内我也不安尼个惊吓？这是我的感谢你，是你给我的。 想到我的事情，你讲啊！安怎？要拍我吗？做你拍啊！让你出轨啊！我并无做什么唔对，而且即摆你安尼，嘛咪是合作老爸嫁囝。你即摆只不过是一个见笑当笑气的客兄。你给我听清楚！ 阿妈倒落去时，你救伊，你就已经错失一摆得分的机会啊！阿哥的故事真来搞错去，伊早晚发现你的心事，到时阵你家你妈，就真正互人委屈，安尼豁出去啊！安怎？所以阮就爱请伊来甲阮斗相共。唔免，我甲你讲，李少刚冒任何的往来。 之前互阮国看有机会叫阮看破骹手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莫过来管阮的代志啊！若无我做啥，你家己心头都会了定。你阿妈即摆真是错乱，你骗伊，你刚刚心内无好过，伊也毋过来骗袂过，你真正一无所有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我绝对袂后悔，你，欺骗阿妈。 你现在刚刚最好，你只是一时的，也不过失去一切，你只是人，可能永远都爬不起来啊！手头这样的一切，算是倒倒弥补你对你阿妈的亏欠。该一无所有，才能挽回一切人。你要选择一个，你自己想好清楚。不管我安怎选，我赶快是万分你。 我甘愿你怨恨我，我嘛不爱你怨恨你家己啊！刚刚欺骗阿妈，我特别怨恨我家己。凡是，用个手刀若是会当掌握一切，让我你的心内较好过一挂。少峰，让你一个悲惨的心事是忘不掉。